本费吗？没有，不收任何费用是吧？不收任何费。现在这个飞机都是上牌证，咱扎堆。今天您办这个牌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时间很短，有半个小时。这就是为了应付这超标的，管三年这个。这10月1号以后，拿手机下载一个北京交警 APP， 然后10月1号开通，然后您注册，注册完以后到指定地点去领号牌。啊，这个但是要上正规的就要特别严格，发票合格证必须得，因为他存档的都是。三年以后，一到大街上跑全是正规的了。一到，值了，大妈，骑三年就他了。骑三年我这都两年多了，我这说不好听话，就为接孙子上学方便。远，你不用这个，你哪那个什么呀？这不能带动啊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